展司长，这表好漂亮啊！这世间应该再无第二块了吧？这表是我叔叔送我的18岁礼物。那年正是宣统帝退位，到处废旧扬新，说是不再行弱冠之礼。 但我叔叔认为，男子成年是个门槛，应当重视，所以就按西方的礼节送了我这块表。哎，干什么去？干嘛？什么干嘛呀？头不是说了吗？5号在家等着。我已经在家浪费了一天的时间了，我现在必须去诊所。哎，可不行啊！陈医生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就是天塌下来，你也得在家等着。 你们还讲不讲理啊？就算你们是警察也不能这样。我是医生，我得去看病，让开。哎呀呀，那个陈医生你就别矫情了，头说了在家等着，有一个天大的惊喜，好大好大！哎，这个惊喜足以让你之前跟头的恩怨烟消云散。